第三十一题，老师按照路线走到餐厅，来回皆为450公尺，去乘以每分钟90公尺，回乘以每分钟45公尺，请问老师来回平均速率为每分钟多少公尺？平均速率就是要花多少时间走了多少的路径长？那么我们走过去的时候450公尺，回来的时候450公尺，所以我们总共走了450加450，也就是所谓的900公尺。 但是花多少时间呢？就是去的时间加上回来的时间，速度是花多少时间走多大的位移？所以呢，时间就是我们的位移呢，去除以我的速度。去的时候走了450公尺，速度呢是每分钟90公尺，所以花了5分钟。回来的时候呢，也是走450公尺，那每分钟45公尺，所以总共花了10分钟。去花了5分钟，回来花了10分钟，所以总共花了15分钟，所以我的时间总共花15分钟，花了15分钟走了900公尺，所以呢，我的平均呢就是每分钟呢，我们有60公尺。因此第31题问我们说，请问老师来回平均速率为多？每分钟多少公尺？我们答案选的是A，每分钟60公尺。